这次参加金曲奖，我想跟以往参加金钟奖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回味20年了，那今年有很多很棒的音乐人聚集在一起，而且很多都好年轻，音乐都很厉害，所以我想今天我就不穿礼服，我就选择穿裤装，感觉好像跟金曲奖的感觉，我个人会觉得好像比较吻合一点。对啊，哦，这对我来讲不会的，因为以前做过秀，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该怎么样的措施都做好了，而且最主要是做了很合身，所以不怕他乱跑，没问题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